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61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招财猫所推出的 ET02 Raider， 它致敬到了变形金刚大黄蜂电影之后的 OP 的造型，非常惊人的一款玩具啊！小比例玩具呢做到这样已经新的里程碑了。它这个小比例到底多小呢？我们现在比较常跟大家分享，比方说魔方的一个 OP。大小的话呢，它比魔方的 OP 的身高还再小一点点，但是呢，身上所使用到的零件数、涂装、各个等等方面，我认为已经是可以堪称是应该是叫做 MP 级别的一个表现了啊。首先来看一下它身上的话呢，除了说腰部这一带上下这里稍微有点松之外，它的关节整个都是偏紧的啊，这块记得压下去啊。好，你看它。整个关节都是很紧实的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然后身上的漆面，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，头部眼睛的这个金属蓝很明显了吧，然后面罩的银色也是闪闪发光啊，头上的蓝色也是有点金属光泽的感觉，烟囱的话呢就是一般的银色的一个涂装，身上的这个塑胶的这个部分也是属于比较暗沉的 DA28 的一个配色。大腿的话呢就很精彩了啊，这个漆面的话呢，这么小的玩具你涂得这么用心啊。胸口的话呢也是一个透明部件啊，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领导模块的话呢也是有附带上去的啊，领导模块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的话去给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不好抠啊，我就到底能不能抠出来，应该是可以啦，反正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细节的表现真的是没话说的啊。然后背部的话呢还有一个类似于是龙虾壳的这个设计，这个后面也太厉害了，这个这么小的玩具啊还能做成这样。裙甲的话呢上下的话呢也都有很大的动的一个幅度，后面的裙甲的话呢也是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，那是非常的紧，那前裙甲也可以调整。整个的话呢脚的话呢把这个前裙甲呢给拉开之后，脚的话呢往下稍微搓动一下可以踢到大概90度，是妥妥的没有问题的。膝盖的话呢弯90度，然后脚的话这个接地的话也是挺好，脚掌哦也不算小，而且它的站立性呢可能你拿到之后的话呢会发现它站立性异常的好，然后它的重量也比你想的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小腿的内部啊，翻起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，它里头啊有这个一根长条的金属部件在里头，所以它的玩具的重量啊非常的集中在小腿的部分。那它有一些替换的一些手啊什么的，但是我个人建议吧，没事就别常换了啦哦，就我放个照片给各位看一下就行了，有这个向前指的，那其他有像这个张开的这个手掌这些各位知道就行了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啦，我是尽量减少去做一个替换，因为那个球冠这样的换了，我认为还是有松掉的可能的。它的可动来说啊，腰身可以转，前面可以稍微往下看一些些，最大的致命伤是这个肩膀这里，你的手臂几乎是没有办法平举啊。如果你手臂要平举的话呢，就是这个部件你可能要翻起来，然后你要搓动一下，躲开一些相对应的位置。这个就是玩具做的不如电影的厉害，电影直接穿模不就好了，你连穿模都做不到啊。好吧，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非常惊人的一个人形方面的表现了，连这个轮胎的位置啊什么的，后面这个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是银色的外骨骼，然后里面是铁灰色的一个内骨骼的感觉啊，以及脚的内部这细节的刻画，这个绝对都是有达到电影系玩具应该有的高水准的表现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招财猫推出的 Raider 它的变形过程。这只胳膊我已经先变形完成了啊，给各位做个简单的示范。首先这一块先把这一块挑起来好了，这一块部件把它给挑出来啊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这里一样把它给挑出来，很紧啊。我们把这一块三角形这个部件呢用力的往下面这样子，你把它往下面搓下来的时候呢，后面这个板子它会自动翘起来，这样子好，它会翘起来，翘起来之后呢，你继续把它往下面推下去，这个地方再稍作调整，这样就会完成这个形状。不要直接去抠这一块，抠不动的啊，我基本上是抠不动，正常人类是抠不动的。再来的话呢，全都可以先翻转180度，然后呢翻折出这两片部件，那这里有两片包裹的部件，你再找一下，大概一片是在这里，一片是在这里，翻出去，整个都给翻出去。还有一片在哪呢，就摸索一下啊，这里好翻出来，你会发现呢这一块部件
翻不过去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这里看到有一个滑轨在这里，我们把整个手往外推出来，它就可以斜下来一个角度，然后呢翻折，怎么转呢？转到这一侧，好，把缺口处跟这个滑槽同一侧，再把拳头给收进来，推回去，再推回来，这一片部件就给推出去了啊。先不用推进去没关系，先把它打开。好的，那这个胳膊就先暂时到这里。拳头啊，记得注意啊，这个拇指是朝外侧，这个情况下会比较好翻折。再来的话，我会建议各位呢把这个车窗打开，哎，这个部件喷掉了啊，这个喷掉，再把它扣回去就行了。我会建议各位呢把这个车窗的部分呢挑开来，然后呢你可以往斜上翻一个角度，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呢有一个整个上半身大回旋的一个变形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车窗往上翻的话呢，它容易会去卡到。然后胸口这块部件先翻下来到这里，然后呢我们把整个背后给打开，背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抽出来，这边抽出来，你看到这里这一片横杆子它是插进去这个凹槽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下面这里也给解锁好了啊，下面这个地方推开啊，这里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。而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建议呢先把这个红色的这两个小部件，两侧都有小部件，把它给推进去，这个部件盖下去。然后呢这里你注意啊，先变上面好了，等一下下面再一口气讲。把它翻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里有一块先翻这里好了啦。你看到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凹槽，其实它是一个滑轨啊，可以把这个东西翻出来。但是呢以我的手指的话呢，每一次的话呢我都翻不成功，所以我建议各位还是用道具啊，你这样子把它松开之后，这一片能够翻起来之后，我们再去翻，你按住这里，然后整个部件去翻折这一块。好，看到了吧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一片部件给翻折出来，那这个滑槽就被它阻挡起来了啊。那我们这个形状来看，再会吧，先弄这里好了。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动作，把这个轮胎从肚子里面翻出来，这个跟 MP10 的变形很像，但是呢你这个样这样要翻下来，你会发现这里会卡住，怎么办呢？这里有一个连接的双动关节，你把这个双动关节往下面往前面搓过来，等一下啊，这里往前面搓下来，你看到吗？这样子这一片是不是就能够顺利的下来了，它就没有干涉了嘛。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给抠下来，好，这边把它给放下来，哎，这领导模块弄掉了无所谓，先放到一旁去吧。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这里形成了两个小凸在这里，怎么做呢？把这块部件压回去放下来，这边把它给扣回去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呢我们先把这片部件打平，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动，就是把它整个上半身做一个转动。但是呢我告诉各位，顺时针转跟逆时针转效果是不一样的，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你在转的时候呢，这样子转动它过去，好，我转这一侧是对的，你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这个缝还是很密合的。我刚是转顺时针，如果你转逆时针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变松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缝出来了。如果你是顺时针转它会变紧，逆时针转它会变松。如果你转成逆时针转出去的话，你的车窗跟车子前面这里到最后我保证你密合不起来，因为它跑出一个公差，所以转的时候一定是顺时针转啊！各位这里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记住。那再来后面这个地方，脑袋瓜子啊，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在这个地方，挑起来之后先旋转180度，然后呢透过这里脑袋后面有一个小球形关节，把这个头顺势的往后面放进来，你看到没有，头后面的这一个凸就放进这个凹槽里头，再把它盖下来到这里，到这边，好，差不多了啊。这两片部件的话就可以往前面推过来，然后呢领导模块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去了啊，呵呵，领导模块放回去，好，就注意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怎么做呢？就是把这个 OP 的这个手啊给折进去了啊。折进去的时候呢注意一个地方，就是你这样子要把它包覆进去的时候，要把这一块
这一块部件，它的造型有两个凸的造型，是要控制在车子的后方，你就要记得捏住它，把它朝后方放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其实操作上是需要，因为玩具本身就是体型很小，你真的要注意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你就合一下，把它给扣到后面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在密合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这个前裙甲的部分，要把它往下面按，按到底啊，这样方便我们做一个组合。好了，那这个手臂这个时候已经转到后方了，到这里，好，到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就可以往上面整个都给它推进去。这一片部件呢，也可以把它给转过来到前方。这个主要是玩具小啊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变形其实也还好，并没有说到非常的困难了啊。到这边，然后上面这一片按下来，上面这一片按下去，烟囱的话就转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一侧变形就算 OK 了啊。好，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一块部件转进来好了，给卡进去啊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一带车子的车头得是合缝的缝合上的，就是你转上半身的时候，你要顺时针转啊，不要逆时针转，逆时针转就一定GG了。那另外一侧的变形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把它给塞到这个车子的侧边里头去。好，卡进去了啊，上面下面都把它给合一下，上面一样把它给扣下来。OK， 这个车头的密合度真的还是相当可以啊，对吧？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腿部的变形也是挺好玩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腿的变形。腿很沉重，我们先变这一侧好了。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上挑起来，这里往上挑上去，挑上去之后啊，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拉下来，然后呢先把它给打歪一点点，这一片部件把它往内折进来。好，我们你这一块拉出来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才能够去掰动这一块部件，它才能够有一个空间把它给往外侧推出来。往外侧推出来之后啊，我们这个膝盖这个地方有个双动关节，把它给合上来，让它能够上齐到这里的情况下，再接着的话呢，把这个油桶给往前面放下去，这边，那你就是稍微躲一下，先闪一下这一块过来，再把它给翻上去，再转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。那这里一样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，把它给扣进这里头来。那么腿到这边，再的话怎么做呢？把它的部件推到这里，脚底板推到那一侧，鞋尖推过来，然后整个的往前面推过去，推到这里面来。好，这一侧的腿啊，就这么样算是变完了。另外一侧的脚底一样的变形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凸，啊，就记得把它给翻出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中间的这里一共有一二三三处的话呢，做一个最后的密合了啊，把它给扣紧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底盘呢稍微调整一下。OK， 这个招财猫的这一款小比例的电影《大黄蜂》电影里头的 OP 啊，或者是第七集吧，应该也是同样的一个造型吧。这个 OP 的一个人到卡车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 OK。然后它的武器的话呢是可以搭载的，但是你必须把这一块部件给拆到侧边来，到这里，然后形成了这个凸就把它扣进去，但是挺松啊，这个其实是不合格的一个武器收纳，暂时就把它给拿走好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的载具形态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马虎，特别是它这个车尾吧，难能可贵，并没有说非常的烂尾啊，还是算得上相当的扎实。而且它的一个大腿金色也不对，银色的这个漆面放在后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。后面的话呢，由于里头有一些金属部件，所以它这个车子的末端非常的有分量感，感觉在手上它真的是还是蛮沉的了啊。然后其他的话呢，就合缝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啊，不可以否认说它身上有很多的缝隙，但是呢
这么小的比例的玩具呢，它居然可以实现这么好的人形跟车型的转换，而且过程中记忆点是非常的强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么小的玩具，它的做工上面来说，完全耐得住多次的变形把玩。啊，我这样掰了这么多次，连个白痕啊什么的都没有发生。这个算是非常非常均匀发展的一个玩具，各方面来说吧，都是非常非常精。各方面来说都是完成度很高很高的玩具，让我开了眼界。现在小比的玩具已经不是以前的，可能一句说啊小比的玩具就提过就算了，这还真的时代还是有在进步了啊，还是有在进步的，非常让人为眼前为之一亮的作品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